同学们，这种玩具非常的危险，从今以后学校禁止萝卜刀。是的，你看，好，你从那边进去，告诉傻瓜是不是？白木，你怎么敢在这里？啊，萝卜刀！石娘子，你有带萝卜刀吗？啊，我带了包包里。打过一次。小唐飞行员有梦想。香蕉冻，打过一次。很棒啊，喜欢做菜，继续保持。快点！